要咁樣啦，又睇完我哋啲送玩團嘅示範啦，三位係拉票時間，因為觀眾要睇完你嘅拉票咧，再去投選佢心目中嘅次序嘅。阿博係啦，呢個可以話係 kiss 機器啊。嗱，雖然喺拍劇入面我好少 kiss 對手啦，但喺屋企咧，我會錫我個太太啦，錫我啲女啦，錫我啲仔嘛，所以我錫方面咧都係 kiss 啊。風格好錫咧，冇嘅，係啦。我拍劇真係嘴好多，鮮肉啦，男神啦，最好嘴，阿Bob最好嘴，我覺得，我未嘴過嘅，係啦，貴應該係同靜兒嘴一下嘅，下一輯下一輯，你想睇你想等一等下，諗過呢個嘅感受啦，唔緊要啦，仲係我嘴雖然經歷唔多，但係咧呢個遊戲我覺得最緊要係臂力，你睇我，哇，幾睇喎！观众咧，剩翻一分钟嘅时间咧，去进行你嘅选择。倒数开始，开始，系啦。呢个游戏咧，各位观众就可以扫描我哋 QR code 啦，入去入面咧睇我哋条题目啦。咁第一条题目咧就系问你认为三位嘉宾喺嘴嘴停不了入面咧个排名名次系点咧？咁第一咧就系我哋 A 嘅 Bob 啦，然之后咧配乐就系我哋 B 组啦 ，C 组咧就我哋大祖儿嘅。咁观众咧拣完你嘅名次之后咧就可以揿送出呢个掣。咁如果想重拣咧就揿重次就 OK 噶啦。其实玩呢个游戏咧，我觉得经验值好紧要噶。阿 Bob 讲真嘅，人生里面有几多次嘅 kiss 嘅经验？讲真喺现实嘅荧幕上，我嘅荧幕上，荧幕上面咧，因为如果你系真系真实嗰个身份，几百次噶啦，哇，真系数实计唔到啊！真实嘅喺荧幕上面咧，我系锡过啊细细粒嘅。哇！俾 Vivi 人可以你諗下，依一個都唔係好細粒啫。係啊係啊，完全冇問題啊。咁阿妹個經驗會唔會都其實 OK 嘅咧？梗係啦，你諗下嗱，仲有馬明咧。已經完成了他們的選擇了，再選不如我們再跟大祖兒聊聊天，因為你剛才也有說過你的臂力 OK 的嘛，你嘴嘴 OK 不OK？ 當然可以，我沒有那麼多，我三個，但 quality 都高，這三個是不是外國人來的？你因為我丁子龍，是跟著周家龍，周家龍全部小鮮肉，還有 Tom Cruise， 還有一個 Tom Cruise Johnny Depp， 好嘅，哇，人夫啊，好，我哋嘅观众走势咧出咗嚟啦，咁啊最多人拣嘅 A、C、B 嘅组合，有54% 啊，过一半啊，咁第二个组合咧就系 C、A、B， 第三个组合咧就系 A、B、C 得14%，咁样讲，即系第一次出现一个投票嘅结果咧系50% 以上，我压到成，之后我呢个游戏都系咁嘅，你真系唔好不负众望，阿 Moon 你而家成为呢个大冷门。我會令大家後悔，頭先嗰啲十幾個 percent 嗰啲一贏硬。好，不如俾你哋見下你哋個對手戲啦，係啦。介紹下你嘅另一半，你呢個另一半叫咩名啊？佢叫哇咁突然嘅改名添。OK，Mary，Mary，OK， 搞掂啦，佢 check 好啦。都係叫 Mary 嘅，係咪全部由零開始先？零嘅 ，OK，reset 咗 ，OK 嘅，好啦，搞掂。俾你哋揀個，你哋會想唔想用主持人同你哋 kiss 咧？唔使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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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開。好，大家。各就各位啦，我哋一齊數三嘢啦，準備，三、二、一，開始，嘴嘴停不了，一分鐘時間啫。阿 Bob 真係好瘋狂啊，好似太太咁樣係咁嘴啊，阿 Bob 咧就嘴得好靚嘅，哇！我想講，係啊，喂，佢好似你，佢係祖兒用跪地式嘅嘴法啦，好勁啊！佢哋而家要碾死人多啲，佢哋祖兒好粗暴啊！個態度咧就阿 Bob 已經係嘴位後尾浸啦，繼續加油，咁樣最後嘅。頭真係甩啦！35秒，大祖兒放過佢啊！好明顯係做係主動嘅，你俾跪地頭嘴，波霸而家變咗女神，嘴佢啊，嘴佢，嘴，你個嘴要嘟出嚟，唔係要見書啊，係要嘴啊，係太瘋狂啦，波，你要掂個嘴啊，佢感受唔到愛啊，到最後嘅10秒，最後加油啊，加油啊，唔好停，唔好停，多啲啊，波，抬起佢先，哇！好瘋狂，我攞翻先。我已經 feel 到平時阿 Bob 喺屋企咧做完一個劇烈運動嘅時候，佢個反應都係咁噶。其實我想問阿 Bob 嘅太太頂唔頂得順嘅咧？平時好啦，喺呢個時候，我哋睇下 Bob 呢一個 Mary 公仔咧，佢係有139下嘅，哇！一分鐘嘴咗成140下喎。辛苦曬，辛苦。係啊。好，咁我哋睇下 B 組啦，配樂咧就有145下。嗱。
投咗阿 moon 咧就大爆冷啦！哇，爆冷啊！佩其實咧，賴祖兒真係唔差噶，佢都有144下，哇！一下好似啊！哇！等先問一問先，阿波，我見你嘴到已經係瞓曬地啦，但係個分數原來冇佢哋啲女士咁高，點解啦？同咁多觀眾講聲對唔住，我下一個回合會追翻嘅。好，你哋好似似係碾死人咁樣，但係非常之精彩，我覺得。冇錯。阿大祖兒咧係跪地咁樣嘴嗰塊咧，你真人有冇試過係咁樣咧？我覺得呢個嘢壞咗咯。嚇，個嘢壞啊嘛。個嘢壞咗。B B B 啲嘢唔會壞㗎。咁我哋宣佈一下賽果啦，所以咧今晚咧選擇咗 B C A 嘅得3%啊，得3%觀眾。揀咗呢個觀眾咧，就會係就有1000分啦。如果淨係揀咗 B 係第一名嘅咧，就600分。係啊，喂，唔知點解咧？雖然係佢哋嘴啦，我哋側邊睇咧，我哋都出曬汗了，真係好鬼激烈啦！阿波，使唔使抹一抹汗先啊？喺度沖涼嘅時候，沖涼啊！唔係，但係我哋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熱身嘅遊戲嚟嘅啫。之後會更加激。我哋第二個遊戲叫做咩名啊？就係雙手龍捲風。阿峰點玩？咁啊，有請咧送玩團嘅團友出嚟做呢個示範啦。咁啊，呢個遊戲咧又係三組一齊玩嘅喎。啲運動咧係唔會停嘅，一定會 keep 住。好，我哋睇下示範先。係啦，咁咧三位嘉賓咧就要鬥快，同時將兩卷嘅絲帶咧分別捲上去兩隻手嗰度。直至到絲帶到最後離地咁先為之完成嘅。咁記得完成之後要自己撳停個時間掣。遊戲時間上下係1分鐘啊，夠鐘都未捲曬嘅話咧，就會計算剩低絲帶嘅長度。換言之，越短就越著數啦。其實好簡單，總之吊到上個手上邊要甩曬落個碌嗰度，係啦，剩低完全吊上手。你問一問我哋主持人，如果我哋話 OK， 你就可以撳停呢個時間掣。冇錯啦，完成之前拍掣之前一定要撳，一定要問一問我哋主持人啦。係啊，同埋玩嘅時候最緊要咩咧？個表情管理好緊要嘅，要係阿博十秒。要拉票，你唔好再負觀眾嘅所望啦。對唔住，頭先我係令到大家有啲失望嘅，但係越失望就越有希望，好唔好？所以等陣我會加油。360秒人生課堂啦，係啦，好阿 moon。本身咧，我差啲咧係做嗰啲港隊嗰啲咧，咁樣嗰啲，係所以頭先嗰啲，爭啲，係啊，爭啲，爭係一段距離啦。所以但係咧，我覺得會好快嘅，陣間。O K， 係啦，我咧就啱啱就爭少少，但係唔緊要，我都仲係無敵風火輪咁樣去嘅。花朵叫遊戲小公主啊，就唔知點解今日未發揮好嘅，爭啲啊！呢又係選擇嘅時間，好緊要啊！係啦，呢個時候咧，觀眾咧就得翻最後1分鐘作出你嘅選擇，計時開始。嗯，冇錯。開始。咁究竟你認為三位嘉賓咧會喺呢一個雙手龍捲風嘅排名名次係點咧 ？A 咧就我哋嘅 Bob 啦 ，B 咧就有劉佩斯咧就有大祖兒㗎。係啊，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咧要睇下你自己嘅手咧夠唔夠靈巧，同埋有冇玩開刺繡嗰啲嘢。阿 Bob 你咪通常都玩絲帶嘅，成日都有。你就不嬲玩開絲帶嘅，同太太玩絲帶啦。但係因為頭先咧我哋玩石嘅時候咧，錯到隻手咧，好似啊嘛，有少少酸軟。係 OK， 所以有冇一啲藥可以俾我食下？有個可以放50肩貼咗貼 OK。好咁啊 ，B 啊佩月啦，咁我想問你平時劇咧有冇做開啲咩手部運動咧？我真係冇，波打手但係咧我咧玩打機咧，即係 click 滑鼠啊，玩下嗰啲咧，係打機嗰啲啦，彈琴咧 OK 嘅，所以咧揀我。哦，但係電競嚟講，大草兒好勁。係咯，係咯，電競女嚟㗎你係。我都係一年冇打過機啫嘛，冇嘢㗎。咁但係你有冇再錯開第二啲嘢㗎？有冇錯啊？即係並開啲咩嘢啊？5秒。細個玩 fly 圈咪咁樣玩。係。幾多年前？幾多年前？OK 嘅，呢個我覺得可以。OK， 好，觀眾揀選擇嘅時間已經完成啦，大家唔好緊張，好想知道雙手龍捲風到底 A、B、C 邊個贏，我都想知啊。但係睇下廣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我哋嘅唔玩唔知有獎喎。